膝盖走路是什么？他龙夜夜秀比较多预算，所以有护膝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是老梗吗？韩国瑜不是走过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不要做老梗，那个是草包在做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没听过吗？那贵党有人跪在这边走来走去啊。他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完全是贵党人这样。我们掌声欢迎2024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。一些该做的事做一做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来吧，来，膝盖走路吧。膝盖走路是什么？他龙夜夜秀比较多预算，所以有护膝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是老梗吗？韩国瑜不是走过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不要做老梗，那个是草包在做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没听过吗？那贵党有人跪在这边走来走去啊。总统，我问一下。您走来走，我跟你讲，在澄清，他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贵党人这样。我真的太爱你了啦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当时什么蓝白合，我根本看到国民党是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没有蓝白合，哦，你们输定了。结果赵少康一来，哇塞，我是国民党的忠诚粉丝。后天下午副总统辩论，贵宾证送给柯隆，好不好？请他来参加。哇，真假的？